侧，巍巍秦岭东部有一座举世闻名的山峰，雄居五岳之冠的西岳华山。它以奇险闻名。往上爬，六个人，480下头，下线，上线的话呢，可能还会高。他不敢写上线，你那么乱做的，是不是就地取材？这年头石板多好。在哪里最好？对，黄山石在上面。滨海间也没去。峨眉山从山脚下坐车，坐一个小时多，然后。是爬山的。清晨你别看它不高哦，很秀气。对。怎么样？我还喊不进。北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线都短。再把锁吧。亮丽五基盘啊！关山不登，这登山不关己。那边盘个盘古元的，所以在你们照相的时候，一定要站稳的看好脚下闸。一边我来搜寻一下，你看到了，进去了，好，进去吧，年年有余。对，那你们就甭出来了吧，我看你们享受一下。不出来怎么行呢？那还有余干嘛？太热了。再往上，不上了，爬上了，放不到，来放高一点。哎呀，最好没被他了，过来吧，你现在快呀、下去了，对，原路返回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往那边。帮你们量一下，叫这是小房子，小亭子，那是西什么西月？八点，哎，您是电影明星啊？电影明星，电影明星，每个人 hello， 下 hello 好了。嗨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才好了，这样才对了，哎，很好很好。我们现在华山，就再一人照个单张的吧，反正看吧，就基本上腰这儿了。对，就闪电说他要腰这儿了，我这两个冲的比较慢，没到腰这儿，照一百这种，腾飞。要多久？没关系，再回一下感觉。OK。好。
黄山的顶峰。这个石头呢，好白啊！啊，耶，一大块，都是岩石。对，什么 Zion Park 对吧 ？Zion National Park 你去吧。还有那个 Bright 还是那个叫什么 ？Arizona Sedona 那太漂亮了，那个小城很漂亮啊。Sedona 我们到那个山上，我们就在那个顶上去找红色的，好看，这好看。我看了啊，看了，给你拍下。没关系。Sedona 看你不懂路。哎，你一个一个都照下来，一个一个照下来，超好玩的。看，我们就要一起走的。对，披萨啊。